杨淳婷和爷爷杨甘陵都是知名的树医生。好，往前推一点。25岁女人皮肤越光滑，就像这样，像我就60-70岁了。淳婷的家也种满大树。淳婷妈妈秋香是个爱美的旗袍控，人家把我误认为那个什么中国小姐，就这一件。她更坚持三个孙子从小要学插花。你今天插了什么？半球，不太像。那我还没擦完哦。好，那你快点擦。秋香和媳妇雅婷经常在厨房过招。我觉得蒜头要有一点黄才可以放菜下去啊。姐姐就偷偷把我拉到旁边跟我讲说，如果你受到委屈了请跟我说。雅婷的先生宗翰不怕妈妈，全力护妻。你总不能要求一个新手，人家刚进来可能煮第一顿，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这个零分。最后到底哪位嘉宾来到这个大树之家？周五晚上9点就在公视频道《谁来晚餐》。